星象情报2024，关于四月天蝎座满月，传导塔纳兹。天蝎座满月将于2024年4月23日推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天蝎座满月将于2024年4月23日推出。天蝎座是月亮所在的最具挑战性的星座之一。虽然我们肯定能感受到天蝎座满月的变革性起伏，也许还会与这些能量做斗争，但我觉得当天蝎座满月到来时，会有一些额外的神奇之处。天蝎座的改变能量与满月的深刻直觉和女性能量相结合，使之成为进入一个更紧密联系的地方的强大时机。外面的世界可能会让人感到混乱，我们的情绪可能会到处都是，也许是的，会有一些挣扎，但如果我们更深入，如果我们向内旅行，天蝎座满月可以带来更深的智慧，更高的直觉的礼物和更新。天蝎座，转型的标志。天蝎座是死亡和重生的星座，虽然死亡的过程可能是艰难、痛苦和具有挑战性的，但重生总是美好的。就像凤凰浴火重生一样，这次天蝎座满月，让我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崛起。天蝎座满月也被称为佛月。在喜马拉雅山，人们在天蝎座满月下庆祝佛陀的诞生、成道和涅槃。据说，天蝎座满月还可以稀释维度之间的面纱，让我们自己的启蒙过程得以扩展。为什么不在天蝎座满月下庆祝自己的出生、启蒙和死亡之旅呢？花点时间纪念你生命中的这些阶段，并庆祝你今天所处的位置。你也可以使用变薄的面纱来接触你的精神导师、守护天使或更高的自我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在天蝎座月亮下，直觉的智慧和洞察力会更自然，更容易降临在你身上。天蝎座月亮下的更深层的意识。随着4月8日早些时候白羊座日食的强度，以及木星天王星合相的持续强度，这次满月可能会帮助我们开始消化过去几周发生的一些变化、转变或惊喜。来了道路，我们可能会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什么需要离开，什么需要保留。我们也可能最终可以自由地放弃所有不再为我们服务的东西。从很多方面来说，这可能是一次非常解放的满月，它可以引导我们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和更深的力量。虽然很容易陷入满月带来的挑战和不稳定的能量中，但我们可以以此为动力来结束循环，进入更好的健康状态。天蝎座的内省、自我观察与反省震动也可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以及如何使自己摆脱所有阻碍和束缚的事物。天蝎座的能量就是摆脱层层束缚，在木星和天王星的行星影响下，鼓励我们迈向更大的自由，这可能是一次非常解放的满月。即使出现混乱、挑战或敏感情绪，看看你是否可以创造空间来问自己如何找到解放。来看看如何利用2024年天蝎座满月的能量。一、允许自己转变。二、抛掉所有需要走的东西。三、拨开层层，看见更深层的真相。四、解放你自己。五、乘着情感的波浪。六、听从你的直觉。七、庆祝你自己的健康与重生循环。与四月至五月金牛座的能量一起工作。金牛座能量颂歌。你值得，你生来就配得上，
你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宣称或拥有你真正的价值。随着太阳上个月进入牡羊座，占星新年开始了。现在4月19到20日，太阳将离开牡羊座前往金牛座，并在那里停留到5月20到21日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能量减慢了。在白羊座季节提供的炎热和火热的冲刺之后，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的脚落地了。金牛座季节是我们一年中放慢脚步，整理日程，思考我们希望真正投入时间做什么的时间。白羊座季节激发我们的冲动和热情，金牛座季节希望我们着眼于我们的长期目标，并专注于我们真正想投入时间的事情。金牛座季节带来的这种慢节奏的能量可能会受到欢迎，尤其是当我们因所有的来来去去而感到有点精疲力竭或疲惫不堪时。金牛座也是与快乐相关的星座，所以在金牛座的太阳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停下来闻玫瑰花香，腾出时间享受生活中的快乐。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放松一下，想办法节省我们的资源和能源，而不是急于前进并利用这种强大的动力来完成工作。金牛座由金星守护，因此除了专注于快乐之外，我们还可能会注意到有关金钱、自我价值感以及我们如何在人际关系中互动的主题。金牛座和金星在一起，让我们思考什么让我们安全并值得给予和接受爱与光。随着金牛座季节的结束，当太阳与其主要恒星卯宿六对齐时，我们将开始感受到卯宿星系统的能量。我喜欢将卯宿六 LC1 视为女性版的天狼星。如果天狼星是我们的精神太阳，那么我认为卯宿六 LC1 可以是我们的影子太阳。太阳照亮了我们必须涉过的所有更深、更黑暗的事物，才能达到新的精神意识层次。当我们结束金牛座季节并进入双子座季节时，卯宿六 LC1 的能量将会强劲，我们将能够利用我们自己的精神转变所需的阴影。这些阴影是我们的恐惧和压抑的情绪，这些阴影也是我们在自己和生活中可能拥有的羞耻感。揭露这些并将其带入光中始终是可能的，但在卯宿星团的影响下，我们可能会感到神圣的支持和引导来完成这项工作。利用金牛座季节能量的方法。一、腾出时间享受快乐和放松，专注于放松的感觉。二、为您想去的地方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三、巩固和培育你的梦想和目标。四、专注于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五、整理你的财务。六、培养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七、减速，放慢脚步。八、重新评估你的价值观。九、承认自己的阴暗面。金牛座季节日记提示。一、什么带给我安全感和舒适感？二、我可以做哪三件事来让自己感觉更有条理？三、我可以采取哪四个步骤来培养我的梦想和目标？四、我重视。五、我值得接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祝您有一段幸福的旅程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